今天是2018年的5月9号，然后四年丁班的黄炎柔，他所养的那个蚕宝宝已经变成嫦娥了，现在正在交配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四丁的要不要一起合影？这个没有照到，这个有一个那个，对。家庭努力饼干，我们叫妈呗。好，黄炎柔呢是一个很不错的主人，他养的嫦娥很成功哦。好，祝他们顺利生宝宝，拜拜。好饿。